孩子，请多多关照。爸爸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爸爸，但一直在学习成为一个好爸爸，从懵懂无知的新手爸爸。我又找到一块大的，这个在哪啊？到笨手笨脚的小班爸爸。不哭不哭啊，重新来好吗？啊，不好吗？从勇于尝试的中班爸爸，挺好看的吗？到一起探索的大班爸爸。从猜你喜好的一年级爸爸，把它平衡点，放手了，慢慢的，对，哇，好厉害！到知你心意的三年级爸爸，一路向前的成长之旅，看这边，谢谢你，让我做了爸爸，给了我第二次成长的机会。出发。全新一代林肯牌爱驾，始终在做一辆好车的路上不断精进和完善，助力每一位在成长路上的父亲，长风破浪。